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现在这个菜得了几天没人了，我先人一下这个菜。我这一点菜长得还蛮快的，小北菜，给它再大一点或者拔一点去种，再起点可以吃菜花了。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菜，我现在去拔一点，今天晚上打个汤。这个要洗干净，不也好多那个沙子在里面。一个人打一点汤，再放两个蛋，煮一点饭就够吃了。这个小北菜还蛮好吃的，好嫩，打两个蛋，这个是我那个鸭蛋，我那鸭子生蛋，这个鸭蛋比那个鸡蛋硬一点，重点这个小白菜都不要去买了，我就打两个蛋，煮点这个青菜吃就够了。一般我就吃一碗饭我就饱了，不敢吃那么多，吃的太多很容易长胖。我肚子现在好大了，越长越胖了。
这样吃还蛮饱的，这样吃。